大家好，我是约玛吴映洁。什么？2020 MTV 最强音要回归了！12月25号晚上8点会在台北大直 ATV Showbox 跟大家见面。这么重要的时候，我当然会出现哦。原来是我的朋友鬼鬼吴映洁同学呢，他寄给我这个饼干，上面写着第二大文。韩国正宗首款 CW 大蒜面包饼干，现在12月4号全面上架哦！这份惊喜来自你的好朋友鬼鬼，趁着工作空档时品尝这份美好的滋味。